我操 ！Number one top， 二级 B R E H H， 呼吸，世界第一上单 ，Number one。UZN 为什么喜欢喊呼吸哥试衣上？不是阴阳怪气，而是真的喜欢呼吸哥。在某一次赛后，呼吸哥曾说过他要成为世界第一上单，但队友不怎么重视他，让他玩得很难受。那我现在已经要当 Nurgle， 那你记得谁的问题？我要当 Nurgle， 我不管谁的问题，我现在要开始当 Nurgle， 那我世界第一上单，我还在折磨我。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我保证不是我。他们把你的声音调太小，不是我。好。而实际上，呼吸哥在比赛时并没有像 Vlog 那样强势，反而是团队的调节剂，一直在鼓励队友努力调节队伍氛围。松少还有魂吗？松少。有有魂有魂，激情的小狗还有激情吗？小狗有有激情，小狗赢一下，赢一下，真赢一下，真赢一下，真能赢。你们现在放弃了就赢不了了，真别放弃。是的，振作起来，振作起来，上把我的，上把我打好一点，兄弟们加油。会赢，会赢的。想让你采访一下呀，激情一点，想看你被采访，小狗。可以可以。而在 RNG 微博的比赛中，呼吸哥单杀紫赛后 UZI 大呼示意上，也是证明了呼吸哥和自己的队友也是相处得很不错的。